别过去，人家拍。那缝隙有弯曲怎么办？不行。是，看我们后面，转把它那个。假设对，假设今天探测窗有弯曲的部分，我们可以。这段可以弯曲。对。它前面有 LED 的灯可以照。它本身就有内建有白色光源，然后会让我们探测到的环境不至于看起来太暗。对。有啊，你有看到吗？先探测到它吗？这样子看地形啊，就是它这样照的啊。对，就是它现在照的东西，我们就看得到。就放大的。对。比如说。牙齿吗？哦，那等于是说放大了。对。小小的放大出来就对了。到位也不行，啊，我们这边的也老板呐，然后出来挂起来啊，对吧？两个一号两线，三个一号的照相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。
那好像还是不一样吧。哎呀。山基地的爱护。由于今天天气过于炎热，请各位嘉宾适时注意到水分的补充。松山基地指挥部在此谢谢各位的光临。两点还三点吧，我才从这上走。两点半三点。为了确保。慢慢停止手边的动作，将目光转向餐馆牌左前方，那边圆山饭店的方向。
再过30秒，约有5架 F-16 型战机保持高度1000尺，空速400海里，以大雁队形通过展示区上空，向各位贵宾致敬。请各位嘉宾现在目视左前方，5架 F-16 正在进场中。表演人员超远，同样请各位来宾听从服务人员的引导，与操作区域保持适当距离，以确保您的安全。接下来交由引体赛事的这一届表演声音师，为我们声明今日超远的全部内容。来了来了，来这边，军队昂扬。气势磅礴，各位长官，各位嘉宾，现在进场的是中华民国空军乐队。空军乐队是国军的一文尖兵，更是专业的军旅部队，新国家重要庆典及军礼，执行国家重要庆典及军礼等职务，每年固定于国家音乐厅演出，并获得各界的好评与回响。的是名闻中外、享誉国际、平均身高182公分以上的中华民国三军一队。走在前方的是空军一队少校队长陈宗伟，他将担任今天操演的总指挥。三军一队是国军的荣誉部队，执行国家重要军礼勤务及庆典表演，并于中殿祠、中正纪念堂、国父纪念馆、慈湖、头寮等地担任礼宾驻防勤务，其礼宾任务间接促进了国民外交，更为展现我国军之严整军容做出最佳诠释。各位长官、各位嘉宾，为了今天的活动，空军乐队及三军一队特别编组精湛的操演来共襄盛举。今天的表演内容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段的表演，一队弟兄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，配合6首爱国、结义励志的乐曲来呈现。这6首乐曲分别代表中华民国建国至今所经历的6个时期。其中包含了第一首《碧血黄花》，叙述的是建国时期；第二首《旗阵飘飘》是对日抗战时期；第三首《风雨生信心》是823炮战保台时期；第四首《国恩家庆》是国家基础建设时期；第五首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是国家经济起飞时期；第六首《我相信》是走过100年，即将迈向下一个世纪的现在。今天就让乐仪队弟兄带领各位嘉宾一同回顾建国百年的历史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精彩的演出。来快点，你看啊，进去坐在底下，乐队演奏，坐在底下，因为你看，听一下，乐队演奏。
即将在台湾音乐厅呈现海潮最强的实力。请各位嘉宾拭目以待。快吃了。